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点上，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蓬勃兴起。2017年，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突破12万台，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3。与此同时，中国连续第9年成为全球高端数控机床第一消费大国，全球50%的数控机床装在了中国的生产线上。这一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总数接近600家，跃升世界第二。中国的 3D 增材制造产业规模达80亿元，产品体系日渐完善，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这个国家科技创新优先重点发展的领域，中国企业正努力制造出全新的装备。莱茵河畔，德国汉诺威博览会，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盛会。这个一年一度展示全球最新工业科技成果的舞台，2017年吸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多家参展商，观众超过250万。智能制造已经连续2年成为汉诺威博览会的焦点。来自中国徐工集团的杨勇正带领技术团队寻找着制造升级的解决方案，根据客户不同的订单去取不同的件来装到他的这个最终的产品上。这5年，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欧盟提出2020增长战略，中国同样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共同选择，在这条新的起跑线上，没有企业敢掉以轻心。杨勇走访了西门子、菲尼克斯等德国最先进的智能工厂，但这些智能化企业大多是电子产品领域，并没有他所在的机械制造行业。这里没有杨勇他们需要的现成答案。中国徐州，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工厂。你好，徐工重型客服中心。客服中心里每天要处理来自全球300多个销售点的订单。电脑记录显示，按照目前车间的生产效率，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配置复杂但订货量少的小订单。工程机械行业赚的都是微利，订单达不到一定规模，企业会亏本，但放弃订单，代价就是客户流失。生产效能的天花板在车间里更加明显。起啊起啊！正在起吊的这个6吨重的工件叫转台，是起重机承载重力的核心。铝金波必须尽快将转台调运到下一个工序。这个转台来讲，有18道工序，那每一道工序呢，要分成5到6个工部，一个工位需要等待航车20到30分钟。这个车间每天能生产20个转台，14000平方米的车间被积压的工件占据了一半。低效的传统制造方式需要一次彻底革新。对董事长王民来说，这条智能生产线必须尽快建起来。没有永远的世界第一，
要想在智能时代继续保持领先，他们的视野必须放得更远。因为智能制造投入是巨大的，产出的效果呢，现在有的行业能看到，有的行业还暂时看不到。但是如果是要放弃了这一点，我想恐怕它就不会有未来。这是吕金波研制出的柔性弓箭托盘，托盘上168个固定点，能准确卡住每一种转台弓箭。落落。这样，18道工序就能一气呵成。搭载弓箭托盘的智能有轨制导车，会与焊接工作站自动对接，完成智能作业。这道工序过去由人工完成，现在完全要靠机器，对接精度很难控制。这两个我们在想办法能把它同步性控制在两个以内。搭载弓箭托盘的物流车在进入焊接工位之前，车上两个液压轴承会将6吨重的弓箭举升到与焊接工位水平的位置上。能否保持弓箭绝对水平，决定焊接的质量。喜欢音乐的吕金波从琴弦中找到设计思路，他在液压轴承的旁边装上了可以随液压轴承拉伸的钢丝，钢丝链接的编码器会以每秒36万次的速度实时反馈数据，不断给液压系统发出调节指令，确保举升始终保持水平。转台在液压系统精准控制下平稳上升，数据实时反馈，确保着水平。转台升举到位，物流车开始运动。智能物流小车呢，驮着6吨重的一个弓箭，相当于4辆小轿车的重量。那么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由于它的惯性非常大，要想在1毫米以内准确停住，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突破的关键就在这3块不到10厘米长的感应器上，它们是控制物流车的行令官。同样是吕金波从钢琴脚踏板能减弱和加强声音的原理中找到的灵感。安装在物流车底的3块感应器控制着物流车的行驶速度。当第1块感应器触发定位点后，物流车开始减速，释放惯性。第2块触发时开始刹车，第3块触发则完全停止。物流车精准到达焊接工作站，分毫不差。我们再试一次这个精度。6吨重的弓箭也被准确地举升到焊接工位上。吕金波在用激光测距仪对弓箭和焊接平台的对接点进行反复测量。弓箭与焊接平台准确对接。世界第1条转台智能生产线即将诞生，未来这里每天的产量将达到40台，是现在的2倍。中国已经有10%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像徐工一样进入到智能制造全面突破的应用阶段，全行业75%的企业参与到智能制造升级改造之中。智能制造的大幕已经开启，与全球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这些甚至被认为不太可能实现智能化改造的领域，中国也在研究传统生产模式的变革。泰山脚下，全球第1个纺织印染智能工厂即将建成。这是世界上第1套智能筒子纱染色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将染色过程中的持续供水改为间歇供水，这样每吨纱的用水量就能从过去的130吨压减到40吨。
纺织行业大量消耗水资源的状况，未来将大大改观。不远处是全球纺织行业第一家实现智能化的服装厂，过去十年积累下的2000多万个人体数据，组成了可以自动匹配1000万亿种设计、100万亿种款式的大数据库。原本需要2-3天才能完成的打板，现在只用7秒。服装生产400道工序，在智能排产系统的调度下，工人们只需要按照电子标签指示，每天就能完成4000套定制服装的生产，生产效率是过去的100倍。珠三角的这家工厂里，工程师们同样寻找着转型升级的智能钥匙。他们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数控机床采集卡，这是一种数据提取工具，装上它，工厂里160个品牌、200多种型号的数控机床中的数据可以被一一提取，并被翻译成统一的语言输入智能工厂的控制大脑。这是全球第一次实现跨越国界、跨越品牌的数控机床之间的互联互通。涵盖石化、钢铁、航空、汽车、制药、新能源等82个行业的20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自2015年开始在全国设立。2年来，他们的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30%，能源利用率提升了10%。到2020年，这样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中国要建成超过300个。在培育更多的先进制造业的同时，那么就要高起点的去网络化，做好这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协同发展。同时呢，我们要加大对大批的传统制造业的这个智能化改造提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能制造是未来制造业的核心，智能制造的基础是网络化、数字化，而数字化离不开数字模型和过程仿真。助推智能制造的这些数字利器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智能工厂。为制造家庭乘用汽车准备的物料不断被送进新建的厂房，这是中国第一间能同时生产常规动力、混合动力、纯电动以及更先进车型的智能工厂，占地73万平方米。在这里打造高质量、能真正跻身国际一线的中国高端乘用车品牌，江克宏和团队期待着一次实力爆发。这里放的是架，所以往这个方向上。实力就来自数字化技术。江克宏和仿真团队正在用激光扫描仪、定位跟踪仪扫描整个工厂，他们要建立一个和现实一模一样的数字化仿真工厂。角度再往上一点，哎，往左边一点，对对对对，再往上。扫描误差不能超过3毫米，450个机器人的定位，更是要精确到0.05毫米。工程师们要对冲压、焊接、喷涂、总装4条汽车生产线上的1820台智能装备，全部进行数字化扫描和测量。采集到的183类、47500个数据将汇聚到仿真系统中，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虚拟工厂也随之诞生。工程师们
将在这个和真实工厂完全一样的仿真工厂里进行虚拟精准调教。仿真技术最初出现在制造工艺复杂、装配精度要求极高的航空航天领域。通过在仿真系统中的模拟演练，可以减少人为失误风险，大幅节约制造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数字化仿真工厂将是智能制造时代未来工业体系的关键构成。这间工厂利用数字化仿真技术，在正式生产前就已经解决了1000多项、接近90%的核心技术问题。这样的全流程仿真生产系统，此前只有宝马、奔驰等少数国际制造商拥有，技术从不转让。这是压在中国这个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心上的一块石头。像汽车以前合资呢，这么多年来，很多核心的技术是外方是不给我们的。通过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是憋着那一口气，这样我们想也像做自己民族的这么一个高端的品牌。40名工程师，1000个日日夜夜，研发出的中国第一套全流程汽车仿真生产系统，迎来了验收的重要时刻。底盘合拼焊接，这道底盘制造中最复杂的工序，不仅决定着整车安全性和装配精度，更是高端汽车与中低端汽车的分水岭。江克宏他们正在调校底盘合拼的焊接质量精度。3个搬运机器人正在将底盘的前、中、后3块零件进行搬运和输送。注意啊，注意安全啊！他们将按照先后顺序被放到机台上进行拼接，再点焊在一起。继续，现在位置还是不够。这需要4个搬运机器人与4个焊接机器人密切配合。好，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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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级乘用车底盘焊接质量精度必须达到100%。在没有模拟仿真调校之前，江克宏他们的底盘焊接精度最高只能达到96%，这差不多是国产汽车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好，下。事实上，江克宏他们7年前与沃尔沃联姻，就是憋着一口气要找到这4个百分点的差距。我走啊，干嘛走？以前总认为我们制作不出高端汽车，是设备不行、技术不行，甚至人也不行。与沃尔沃接触多的时候才发现，真正的差距不在这里，而是数据的应用。人家利用仿真系统在计算力上模拟仿真调试设备，几百次、几千次都行，在调试的精度上没法与人家比。好，慢点，走吧，别事，往下，往下，小心啊！你反正你们要注意，那边还有，这边你要注意。底盘上12个定位孔，要与焊接机台上的定位销精准对接，这是决定焊接精度的关键。江克宏通过仿真系统将定位孔直径缩小了0.2毫米，孔与销的间隙只剩0.1毫米，这是人工调校无法达到的精度。固定底盘的夹距也要精准到位，夹距间隙精度被减少到0.1毫米。好 ，OK。3块底板准确入位，最后的焊接时刻，底盘合拼能不能达到100%的国际最高精度要求？所有人都在等待。
链接三块底板的64个焊点的焊接数据，一个个进入仿真系统。仿真系统显示，焊枪焊接位置和理论焊点位置精准重合，精度达到了100%。仿真系统验收成功，智能工厂正式投产。这间工厂冲压环节的零件加工合格率达到100%，焊装环节的焊点定位合格率达到99.8%，总装环节的装配合格率更是达到100%。这个成绩已经突破了国际顶级品牌高端汽车的制造标准。未来这里每2分钟将有一辆高端家用汽车下线，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将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享受到性能顶尖国外高端品牌的国产汽车。高质量、高精度必须依赖高端智能装备。尽管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销量连年刷新世界纪录，但中国的机器人密度仍然相对较低。2016年，中国每万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目前仅为68台，不及日本、德国的1/4，也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74台。东北这个中国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正开足马力满足需求。这些机器人正在生产另一批机器人，这是中国第一条实现机器人自我生产的数字化生产线。根据工程师输入的指令，运送配件、涂胶、安装大臂，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很多的产业需要用新的设备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制造水平，但是这几年因为技术的突破，使机器人现在在制造业里边具备了广阔的应用空间。这是制造芯片用的真空机器人，它可以在真空环境下水平移动20公斤的半导体材料，偏移量不超过1.5毫米。全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掌握真空机器人制造技术。这些移动机器人能通过定位导航实现路径规划并规避障碍。这些搬运机器人能插起3.5吨的货物，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大力士。这些自动力机器人靠搜集与地面摩擦的静电运转，不再需要充电。未来5年，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将增长3倍，达到每万名工人150台。到2020年，中国将打造5个以上的机器人配套产业集群。这几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应该说是高歌猛进。但是呢，关键核心部件上我们还有一定的短板，这个都需要我们在近期取得突破。高速度、高精度、智能化已经成为全球装备制造业竞争的焦点，对超精密加工控制系统的需求正快速上升。然而中国高端数控装备超过80%还必须依赖进口，每年要进口的高端数控设备价值高达30亿美元。中国追赶的脚步正在提速。中国中部新兴的智能控制产业集群，这里也是中国数控系统最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
中国第一台具有超精密加工控制能力的数控系统正在研制。陈吉宏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这个领域中国的被动局面。每到试验的关键节点，陈吉宏都会来到车间等待试验结果。这样的等待从2010年起已经持续了7年。国产数控系统经历了艰难的发展阶段，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国外对中国这种封锁限制，我们就不服这口气。好，下面呢，我们就是加工一个镜面出来，看看我们新开发的这个软件的效果怎么样子的。是这个程序对吧？嗯，加工程序。工程师周慧成今天要进行超精密金属镜面加工的测试。超精密镜面加工是金属切削加工的最高境界。刀具接触金属表面造成的划痕叫做粗糙度。周慧成要在机床主轴转速达到每分钟24000转的超高速度下，把零件的粗糙度控制在0.02微米以下，这是头发丝直径的1/1，也是超精密加工系统必须达到的标准之一。加工开始，刀具运行速度从零迅速上升到每秒100米。零件上开始进刀的时刻，周慧成最紧张。刀具在切入的刹那，运行加速度达到了重力加速度，这相当于5.6秒内将汽车从零提速到200公里。突然提速，要想完美控制，考验的数控系统对刀具的控制能力，稍有偏差，就会导致零件表面出现擦痕。将金属工件表面加工成镜面，只有超精密数控系统才能做到。如何在加工过程中实时监控并调整微米级的加工精度，这是西方数控制造巨头的核心技术机密。周慧成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用色谱图来观测，利用传感器采集刀头数据并传送到电脑，刀头每一个细小波动都用不同颜色来标记，就可以捕捉到肉眼难以捕捉到的误差。利用数据寻找加工误差并进行优化，这实际上是一套智能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我们看这个零件加工的，它这个表面上会有一些这个缺陷，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出来这些缺陷，但是要想找到这个原因呢，我们得通过数据来说话。与加工零件完全一致的蓝色零件图上，蓝色代表加工速度平顺一致，绿色代表加工过程中的偏差。抑制主轴转速波动带来的刀具振动最为重要，但前提是必须要找到刀具振动的误差。周慧成用切削人脸曲面的方法寻找刀具振动的规律，这条曲线显示的是刀具在运行中的振动数据。刀具振动越大，波形也越大，这也是色谱图的功能之一。为了找到观测刀具振动误差的方法，周慧成他们整整琢磨了10年，色谱图让难题迎刃而解。在色谱图的帮助下，零件表面加工精度达到了0.01微米，这相当于汽车在100公里的时速下，轮�胎运行偏差只有3根头发丝，而轮胎的抖动误差
不到头发丝的万分之一。一个完美的镜面出现在眼前。这个长宽只有5厘米的镜面看似非常小，为此我们研发积累了整整7年。它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在超精密加工控制系统的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对世界一流的追赶。再经过3到5年的努力，我们的控制精度必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数字模型为基础的智能制造尖端突破正在更多领域出现。作为全球第一铸造大国，中国有26000多家铸造企业，总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但高能耗、高污染、重体力劳动的制造方式也在不断提醒这个行业，它急需一次颠覆性变革。中国铸造业今天将迎来划时代的一刻。正在吊装进智能工厂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 3D 刷新打印机，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3D 刷新打印机。它的体积比目前国外最大的机型还要大2倍，让制造出更大的铸件成为可能。像火车内燃发动机那样的大型铸件，之前需要打印10几块刷新才能组装完成，现在可以一次打印成型。研发这台装备，徐云龙和所有工作人员付出了7年光阴。后面槽子，小心脑袋。传统刷新制造时，扬尘对工人身体的损害，他们立志要彻底改变。来，往这点，往那边点。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大尺寸国产 3D 刷新打印机的研发负责人，徐云龙肩负着将增材制造这种最新的制造方式引入传统铸造业的使命。他们正在安装打印机的核心部件——铺砂器。打印机体积越大，铺砂器安装难度也越大，这是决定未来打印精度的关键步骤。长2.5米的铺砂器比国外机型长出近1米，安装时必须保证绝对水平。与铺砂器等长的刮砂板平整度必须控制在0.02毫米以内，哪怕是一粒砂的瑕疵也将影响打印精度。下砂口，中国工程师采用了和国外设备完全不同的设计，将4毫米固定宽度的下砂口改为可以从2毫米到8毫米任意调节。这样，不仅可以让高端刷新精度更高，还能同时打印大颗粒低端刷新。2.5米长的铺砂器，安装缝隙必须绝对均匀，误差不能超过0.05毫米，难度巨大。徐云龙他们正在测试打印机，铺砂器要铺砂1500至2000层，每层砂子厚度只有0.3毫米。只要有一层没有达到水平，之后所有的砂层都将倾斜，导致整个砂芯报废。缝隙的大小决定了下砂量和铺砂均匀度，精准控制缝隙大小是保证产品表面精度的基础。经过2000多次的铺砂后，下砂口是否依然均匀，
徐云龙他们要反复检查。我们有很多种沙子，那这个沙子的力度不一样，在显微镜底下的构造不一样，你打印的时候这个状态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下沙口跟我们的打印参数是匹配的。很紧了吗？刮砂板上60个螺栓的松紧度决定着下砂的均匀度，每一个螺栓的扭动数据都是精确计算过的，每一个数据都不相同。松有点紧，松一下。5、3号位。光是摸索这些数据，5位工程师就整整计算了4年。2.49.49。制造出世界最大的 3D 砂芯打印机，并创造国际标准，是徐云龙他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下砂的缝隙非常的均匀可靠，而且我们要进行测量和记录，以判断这个在不同条件下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不会有变化，最终会形成我们自己的标准。精准校对完成，首次试车即将开始。砂箱准备就绪，今天要打印的是内燃机发动机的气缸盖。发动机气缸盖是全球铸铁领域最有代表性且工艺最复杂的产品。徐云龙将参数输入打印机，随着砂箱推入，打印开始。铺砂器均匀铺砂，每一层都展现出完美的平整度。每层砂的厚度只有0.3毫米，那是一粒砂的直径。上万个50微米的喷孔，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砂芯的截面图形喷射树脂。树脂与沙子中的固化剂进行反应，形成固化，勾画出砂芯的截面。每打印完一层，升降平台就下降一层。铺砂器铺砂，打印喷头喷出树脂，交替进行。经过2000层的堆叠，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 3D 砂芯打印机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作品。装载着砂芯的砂箱驶向吹砂台。没有喷到树枝的沙子将被吹去，浮沙缓缓吹散，固化的砂芯渐渐呈现。非常完美。田心他们并不满足于首次试车的成功，他们要找到适合 3D 打印的国产砂料。田心手中的就是最新研制出来的国产砂料，力度、酸耗值、微观形态，影响砂料打印质量的参数有数十项。那原来这个使用进口砂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并不是你有钱老外就卖给你，成本太高。算上路费下来，运费下来2000块钱一吨了。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了这种国产砂替代了以后呢，这个成本下降了2/3。沙子能不能循环再利用，关键在固化剂和树脂。固化剂难关1年前已经攻克，成本降到了国外的1/4，现在只剩下树脂一项。
工程师于角要在刚刚安装好的国产打印机上进行一次中外树脂的对比。一米长的打印头上7000多个喷孔，每个直径只有50微米。树脂的纯净度、粘度和表面张力决定了树脂喷出的均匀度和流畅性。一旦树脂过粘、堵塞喷孔，砂芯打印精度就要大打折扣，甚至会导致价值上百万元的喷头报废。这些密密麻麻的条纹，每一组代表一个喷头，每条细线代表一个喷孔的喷射树脂情况。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国产的打印头，整个的话都是比较均匀的，几乎没有丢帧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产的树脂，这个流动性都还是比较好的。12项关键技术突破，132项专利。原材料全部国产化，中国工程师将 3D 砂芯打印设备的成本降低了2/3，生产效率提高了5倍。中国成为全球最先实现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的国家。围绕 3D 砂芯打印，一条全流程智能化铸造生产线正在这里搭建。传统的铸造业开始快速迈进信息化时代。与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并称为5大核心技术装备的，还有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它们正在鲜活的生活中，让人们触摸到中国现代化的速度。2017年，中国电商零售额高达7.18万亿元，每天产生的包裹超过1亿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强大的智慧物流，成为支撑起中国互联网商业贸易高速运转的新动能，而这种新动能也正在全球掀开商业和贸易发展新的一页。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人类都满怀对更美好、更便捷生活的向往。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支付宝二维码，中国成功的电商技术和装备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王慧燕带着6个学生在做电商项目试验。王慧燕和学生们开设的网店就建在中国企业创建的 EWTP 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上。这个平台服务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大概是28英镑。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3个月，通过开淘宝店，大家收入近19000林吉特，金额不大，却让他们看到了这项事业的巨大潜能。我对中国的这个电商速度是其实是很惊讶，很喜欢上淘宝看他们有什么新的东西。每一次我有看到新的东西，我就跟学生分享。吉隆坡机场，一个国际超级物流枢纽，能将货物72小时内送达东盟各国。这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智能仓库，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马来西亚团队正在紧张地调试。东南亚物流业首次迎来了 AGV 自动导引机器人，
在二维码指引下，十台自动导引机器人精准地运送货架。虽然通行空间狭窄，但它们照样快速移动，不会相撞，工作效率比人工模式提高了3倍。整个电商这一块，其实中国是应该是走到前面的。然后我们在全球30多个国家里面有近100万平方米的仓库，海外这个布局的过程中，我们也把我们的先进的技术，把中国制造，把中国的智慧物流带到海外去，帮助当地提升他们的这个物流和电商的服务。2017年11月3日，马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在吉隆坡全面启用运营。东南亚最大电商莱赞达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旗下的盟友。东南亚的数字化未来已经与中国庞大的电商平台紧密相连。谭成哲来自山东青岛，在马来西亚做燕窝生意，2年前开始试水电商。在中国的帮助下，马来西亚开通了快速清关系统，这不仅是马来西亚海关首次与电商系统连接，更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与电商连接的海关系统。通关效率的提升让谭成哲的通关时间缩短了8倍，一年下来营业额由2000万元人民币飙升至1亿元。智能物流、智能仓储、移动支付，这些在中国已经运行成熟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正由此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铺展开来。建设制造强国，智能制造是关键之招。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安上智能的大脑，接上互联网的云端，完成生产方式的制造升级。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通过这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改造和提升，会使我们整个制造业的本质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下集大国重器，我们将探索这个伟大民族的创新基因和创新沃土。您将看到中国独有的协同创新如何让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翱翔天空。怎样激发起普通人的创新热情，制造出与众不同的现代农业装备。还有大数据战略的引领下，企业国家如何一起发力，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向新的高峰，以及中国人才工程有怎样的魅力让年轻人放飞梦想。这是全球创新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前所未有的接近世界舞台中央。